一进到展场啊，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地底下有放置了三台一次性的即可拍相机。我们最开始进到这个展场的时候，就发现说这个建筑因为以前是糖厂的古迹，保留了以前地板的样子。我们觉得把东西放置到地底下，更有一种考古的感觉。因为我们这场记忆采集的创作计划，其实有点像是一种记忆的考古。这三台相机它其实是我们创作的开端，就是有三位象营青年用这三台相机去拍摄他们眼中的象营，去进行一场他们对白色恐怖、对家乡记忆的一个影像采集。这是三位象营青年他们所使用即可拍拍摄的照片。这些照片的拍摄的方式是他们从洪水的文章里面去到当地拍摄五张照片，有一些是比较具象的，就是一个地点的过去跟现在的一个对照的拍摄方式。比如说像这一张，在洪水的文章里面，他其实有提到说在庙前的演讲的那个戏台，青年们他就到了一个现在上帝庙前面的这个戏台做地景对地景的一个拍摄的方式。也有一个比较抽象的方式，像是这一张看起来其实就一片漆黑，只有个亮点的这个照片，是庄宇霖他跟着他在高中的时候要准备联考的一个晚上，他从里面看过去，外面只有一个街灯的一个小亮点，去回应洪水流他在那个演讲会上从台下往上看的时候，他看到那个演讲的人他在一个小小的灯光旁边讲述日本殖民对我们的压迫。这个小手册左边这边是洪水流的文章，然后右边这边就是三位青年他们的一个书写。所以大家来到这边，左边这边可以看洪水流文章本来的一个脉络，右边这边可以看到青年们他们个人的一个心情的部分。竹椅的部分是由两根竹子然后六块砖头搭建而成的。洪水流他在他的文章里面提到，他们从庙里借三台戏棚皮搭做会议讲台，会议席座则是用两根竹子横放，再以两块砖垫高。我们会做一个这样的装置，其实是在那个时候他们在设置一个农主大会演讲的一个场所。展场的最后一件作品，它是一个20分钟的录像作品。影片的组成方式就是由最下面那一层的一个动态影像，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就是这边有一张照片，然后接下来会有一个绘画部分，就是有这三层结合而成。那最下面的动态影像是我们两位艺术家所拍摄，那照片就是刚刚提到的三位青年的影像。然后这个作画部分也是由我们两位艺术家所绘制，目的就是要用绘画的方式再把一些曾经消失的事情带回到这些现场。除了影像的部分之外，我们也找了一位声音艺术家，他叫洪宇，请他根据这些影像重新模拟一些声音，构成这个影片的声音的部分。